国赢了，两国赢了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公平。打仗啊，有什么公平不公平？就是个种田的，不会杀人，也不想杀人。你这个可怜的小人物，贪生怕死的逃兵。斩！什么情况啊？哎，他是我儿子。我不是他儿子。啥？想让你活，还是我的错，知道吗？如果不打仗，可能我们是朋友。你别抓住我！把你们抓死了！知道吗？你要跟我活着，不能骂。